赞。请到了蔡俊章博士，这位国际知名的画家，也将陈希一郎的就是艺术创作推上更高的国际境界。对，那蔡博士他今年有很多新的作品，像他旁边有一幅达摩祖师，就是他最新的作品。那我们请蔡博士来说说这次在北商大画展的感想。非常感谢国立台北商业大学张校长的邀请，能够在学校的陈希一郎画廊呢来办画展。那一方面呢，在艺术的展现之外呢，也是一个感恩感谢。民国73年9月我在这个学校呢兼过课，兼过2年半所以呢，跟台北商业大学非常有这个历史的渊源跟感情这一次呢也很荣幸能够有这个机会在台北商业大学104周年庆来参加这个活动，也特别的感谢学校张校长的在各方面的一个资源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场域以及呢行政上各项的资源让这一次呢的这个展出可以讲不只是可以看到张老师的水墨蔡俊章的老虎，以及周波成老师的陶艺，林世山老师的硬笔画之外呢，也有由林水勇博士所率领的形象艺术团30几个人来搭配做一个演奏的音乐分享我想呢，在这个明年是虎年，我又属老虎能够呢，再展现五幅老虎画来庆贺。那老虎呢，代表正义代表这个吉祥辟邪，也是利用这种意涵呢，来祝贺学校国立台北商业大学在可以讲了，在国立大学里面的一个领头金因为老虎是万兽之王我们的商业大学也是在大学里所栖一指。山水以及未来理解理解的老虎，那今天来看看对一下博士的话，这段话棒，非常棒。
到这个影片的一定要来国立台北商业大学来欣赏这五只狼，这是一生难得的机会。幕啊，十二月十号开幕，我们一直的展到十二月二十五号。国立台北商业大学啊，可以讲在蛋黄区啦，在我们济南路啊，这个站到是捷运站过来，青岛东路跟绍兴南路口这边的一个侧门，也可以从济南路的大门、杭州南路口这边进来，都非常欢迎大家来给我们指导，让我们啊这个能够啊听听各位这个高见，让我们能够更上一层楼。